吃饱了没？喝咖啡了没？现在三点时间了，要喝咖啡时间了哈。谢谢你们今天的出席。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是第二天的这个泰赫兹门公司的这个开幕。那平时呢，开幕就一天嘛，对不对？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可以有太多人哈，所以我们就分成第二天。那么这两天呢，这几场其实这是第四场，前面两场都几乎爆满，那么这次还不错，因为相信陆续还有人会来，所以谢谢你们今天出席今天的这个讲解会。那么呢，我要今天介绍今天的这个讲师，那么稍微久一点时间介绍他的来历哈，他的名字叫甘波，那么他是博士，那么。他曾经担任新加坡共和理工学院，就是 Polytechnic， 那么的高级讲师，那么再加上呢，他也是曾经新加坡安杰伦科技高级工程师，那么还有呢，他是新加坡蓬莱半导体首席工程师，再来呢，最后一个当然还有很多是他自己设立的一个公司，就是新加坡情绪动力手训培习师。那么虽然他是工程师啦、高级讲师这些啦，可是呢，他对水的研究呢，其实是最早刚过是有30年吗？20年，二十年就已经很足够了哈。所以他是对水有很有研究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请他来跟我们这个讲解为什么他会认识到泰赫兹水，那么讲解泰赫兹水所带来的好处虽然是很多工程师了，可是不用担心，他的讲解是很简单的，然后也就是很实在的。我们再一次我们用爱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甘波博士。谢谢。各位家人，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今天我借此机会这个泰赫兹新加坡筹备处成立的机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泰赫兹水有多么的神奇之处啊。这是我的简历，刚才那个罗姐已经介绍了，我就不用再重复了。我们说上善若水。水是很奇妙的，千百年来水的历史也非常长，但是我们对水的了解却是非常少我们水做了很多的工作，帮助了我们人类，但是水从来不争功，从来不邀名利，这个方式就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水的品德，我们也要向水学习。所以李小龙讲，像水一样的安静，像水一样谦卑，像水一样有大爱，这个是我们要有借此机会在学习的。我们知道生命中有六大元素这六大元素包括了生命中六大元素包括了食物、空气、水是大家所熟悉的。另外三个元素，运动、睡眠和情绪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借此机会，今天主要是以水，然后来概括的讲到了就是影响生命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看水为什么重要水首先它是生命之源。它占据了人的身体70%以上的，所以有一位医生，不懂大家熟不熟悉，叫巴特曼巴特曼医生，他曾经做了很多年的研究，以他的医学的博士的背景，这研究到他提出一个观点，水是最好的药不知道你们在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因为喝到好水，不是说喝水而已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喝好水，喝水本身有帮助，但是不够好，所以我们要喝好水，这个才叫帮助。所以他讲到说水是最好的药，其实是好水才是最好的药。那么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我们看得到另外一个我们平时其实我们自来水的龙头的水还有很多的水没有经过处理之后，其实它暗藏了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是我们平时可能在意识里面没有注意到的，
但是我们因为今天来学习这个水的知识，我们就借此机会可以看到这个水的我们潜在的一些危机所在。那我们今天就要想办法改变这个水的状态。啊，水在人的身体的每个器官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在血液和肾脏里面占了83%，在大脑里面占了75%，在人的很多其他的器官有占了相当的比例。所以平均而言，人的身体里面70%以上是水，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观点。我们也看到，随着人体的衰老，水在我们身体是越来越减少的。所以尤其是老年人要注重喝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养啊，一个直接关系到我们生命的品质和我们的寿命的延长，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个，我们讲说喝水要喝好水啊，所谓的什么是好水，是细胞能够喝得进去的水才叫好水。我们平时喝的水，大部分的水啊，没有经过处理的水，细胞是没有办法吸收的。尽管我们喝下去了，但是因为水那个基团太大，那体积太大了之后，细胞吞不进去，所以叫做这个有一句话叫做有这个心，可能没有这个力，可以没有办法把这个细胞的那个很大分子的水吸收到细胞里面去，所以人就因此产生疾病。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大家每天都在不停地喝水，但是这种水的品质不够好，所以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所以关于细胞喝水这点，在科学上是一个水的发展历程中算是一个经典性的里程碑哈。这个里程碑是因为它涉及到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2003年里面有提到说，水它会形成一个细胞膜的水通道啊，细胞膜水通道。所以细胞喝水是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图，就是在细胞膜的表这个里面有这么一个通道，这个叫水通道。在这个水通道里面，只允许单分子的水通过，只允许单分子的水，更大的分子就没有办法通过。这是2个纳米左右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叫做水通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细胞怎么样，这个水分子怎么通过这个细胞，它是一个非常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那我们也了解到，在生命之中，我们如果缺乏好水的话，会到了是我们身体各个方面出现很多的一些障碍，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便秘啊、发力、肥胖、情绪失控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到的，而且很多时候不太注意哈。比如说有偏头痛的人啊，有偏头痛的人往往是喝水不够啊。为什么喝水不够？等一下给解释，就是这个我们人的大脑像一个电路，很非常复杂的电路，在运行过程中，它不断的产生很多的正电荷。这些正电荷和自由基也是有很多正电荷。那么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去里面中和这个正电荷，那么人就会发狂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出来。所以呢在喝好水的时候要喝到就是带有这种负电的这种好水。那么钛合金技术为什么这么成功，为什么可以被美国政府在2004年把它评为影响未来世界科技的这个10大技术之一，然后中国也把它当成是国家资助的10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所以它在这个哪方面的应用啊，我们想一想看，就是打比方说隐形飞机哈，隐形飞机外表涂了东西，然后雷达看不见，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雷达改成钛合金波，它就立马显现得到。所以在军用方面用得非常广。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在机场啊，机场里面的这个安检的部分啊，已经改变了。以前是用 X-ray 哈 X 射线，现在全部改成钛合金波，因为钛合金对人的身体没有任何损坏，反过来它又会更好的侦测出人的身体里面的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带着一些金属啊，容易整得出来，所以非常广泛的应用。那么这个啊，对不起，刚才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太阳之波的波长哈，是在0.1太赫兹到10个太赫兹，0.1太赫兹10个太赫兹，那么它的波长是3个毫米到30个微米之间，这个波长哈，就是毫米波、微米波这个量级哈。这段波长是以前科学家很少关注到，没有注意到这一段漏掉了。那么最近几年呢，所以它就广泛的发展，所以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应用。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手机是我们用的是4G，接下来手机越快就变成5G，啊，在5G以后变成6G的时候，也就是很快就会转到太赫兹波。6G 的这个手机已经在研究啊，现在已经决定用太赫兹波，所以说它的技术非常重要。那么太赫兹本身，它也引领了我们的对于水的一个健康革命啊。水的这个发展可以经历了这个4个阶段，第一个是来自自来水、桶装水、净化水以及到现在的功能水啊，非常重要。那么太赫兹这个健康水仪，它集合了众多的高科技啊。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在中国有两大技术是引以为骄傲的，全中国人都非常骄傲的，我们叫黑技术啊。黑技术就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是量子通信卫星，我们在中国量子通信卫星非常厉害哈，这个已经上天了。另外一个就是太赫兹的这个波啊，我们讲太赫兹在健康水上的应用，这个里面集合了很多的专利啊，才成就了今天这么一款非常实用啊！大家看看，就像一个飞行，太空船一样的啊，也像一个熨斗一样的。那么只要这个仪器不要接触到水，就是安全的。我们看这个非接触的这个分子活化水装置，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底部的中心发出了太赫兹的光，这个光波是我们看不见的，肉眼看不见，但是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它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水作为这个切割分解成很多很多的非常细小的分子团，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所以很多人买了这个设备觉得不太满意，说哎，我怎么没看它发出光来呢？啊，如果这个东西能发出光来，它就没有价值了，因为它发的光我们看不见，所以才有价值。这个发出的光非常独特哈、啊。那么经过处理，这个光处理过后的这个太赫兹水呢，具有这么5大特点。第一个就是低粘度，低粘度是比普通水的这个粘度要降低680倍。大家可能在市场上有遇见过不同不一样的产品哈、啊。那我们所知道的有一款产品是来自俄罗斯，也是非常非常好卖的，它的能够做到最大程度是把这个水的粘度降低300倍，注意啊，300倍和680倍比起来，这个不知道差了多少啊。而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粘度的部分是以指数方式增加的。另外一个就是抗辐射的功能，啊，杀菌、抗氧化，还有直链型水。所以为什么具有这些功能之后进入人体，比如说你的腿呀、脚啊有些肿胀，手腕有些肿胀的，它可以迅速的把它消除掉，因为我们里面身体里面那些水为什么身体会出现肿胀，就是里面的水发臭了，完全的，你们想象身体里面的水发臭是什么味道啊？那个就是你的身体肿胀会浮肿。那么它这个水非常非常好，可以进到身体里就把那些所有的很发臭的那些水全部替代出来，所以你的肿就很快的消掉啊，这是有它基本的一些原理的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太赫兹水所带来的是一个单分子链啊，这个单分子链是一个非常的引人注目的，它有非常高的动能啊，具有很高的能量，所以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很多毒素啊，排出这个很多的一个废物。那么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测试报告啊，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完整的测试报告，包括新加坡我们也在也在那个测试，我记得丽丽那边可能有一个测试的结果出来没有在那你帮我拿一下啊。对，等一下大家如果还在这边的话，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说完整的检测，这是 CESCO 的那个报告。 CESCO 是这方面检验水方面是最具权威的一件机构啊，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详细的检验报在这里可以看得见。好，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太和治水也做了很多世界范围的认证啊，这些认证包括了 FDA 包括 FCC CMA ISO 啊这些认证啊，就说明这个产品是绝对的可靠过关的，经得起检验的一个设备哈。那我们看另外一点，就是说太和治水它本身的这么多特点导致了它有以下五大特点，就是第一抗菌，第二是抗氧化，第三抗辐射，第四它有高频率，因为0.96 TH0.96 的那个太和兹哈，这个波长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太和兹 terahertz 本身就是等于10^12的赫兹，这是很高的频率哈。然后它同时具有低粘度，所以具有一系列特点的组合，成就了今天的太和兹水具有非常非常神奇的疗愈功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直线排列，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太和治水呢，短短三分钟把我们的大分子团水变成这种直线型的水分子，是很厉害啊。这个是它有一个舒曼发生器啊，里面有个舒曼发生器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直线排列，就是这种直线排列，就是说比如说你像这样子一船过这道门是过不去的，但是你一旦排成这种直线呢，就容易方便的容易过去啊。这也是我们太和兹到今天为止，跟和市场上所有的产品比起来，它最具优势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也是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在这里。好，我们看一下太和兹水的特点，它有一高一低的，因为太和兹的功能水它具有0.96的啊，赫兹，那么这个频率方面，在可以它领先的。创造出结构水啊，关于结构水方面我们将来有机会可以讲。另外一个的太和治水哈，原来的氢氧键是104度，经过太和治照射之后所形成的这个氢氧键已经变成107度到109度啊，这个角度的变化就意味着它可以拉成渐进的，像一条直线一样的，可以穿过很多原本穿越不过的一个东西。好，然后呢，它有低粘度哈，这样的一个低粘度可以保证说在当下你只要喝这个水哈，喝15分钟马上去检测你的血红蛋白的细胞，就发现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喝水之前的，这是喝水之后啊。喝水之前呢，我们的血液的细胞全部都粘在一起的啊，非常非常的对整个身体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喝完之后，它就完全的每个细胞好像充电了一样的，就是完全张开了，就彼此分开，这样的一种结构呢，就保证我们细胞输送营养物质、排毒等等功能的全部的一个强化啊。好，我们看太和兹功能水，它不仅是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可以改善血液的粘稠等等，然后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实现一个就是以旧换新，很快的完成。这个过程要多长呢？你就当天喝水，你当天就会看到效果，甚至15分钟我们就可以看到效果。等一下我们以科学的数据给大家讲解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的数据，就是太和兹水和我们的生命能量在英文叫 homeostasis， 讲的是就是我的身体的能量里面它有道理有发生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人体就像一个化学工厂，
这个化学工厂包含了亿万个化学反应，所以任何时候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化学工厂，然后你喝的吃的东西啊，你喝的水，你吃的一些饮料或者是一些营养品都会影响你这个化学工厂。那么这个化学工厂的改变呢，我们这里有款神奇的仪器哈，这台仪器就在我的那边桌子上啊，等一下你们如果听完这个讲座有兴趣检查身体的，可以当场看看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可以免费检验哈。那么这个仪器呢，就是把10个手指都放进去，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马上读出来你身体，首先的是你身体向外发光的情况，然后可以准确的看到你的脉轮。大家这里多少人对脉轮比较清楚的举手，脉轮都不懂脉轮，懂不懂脉轮啊？脉轮很简单，脉轮就是说你的身体在运作的时候，5脏6腑在运作的时候，这个能量中心，能量的中心它就是脉轮，包括了顶轮啊、眉心轮、喉轮、心轮、腹轮、脐轮到海底轮。那么这个脉轮就决定你此时是否是心神合一，是否是能够活在当下的一个表现啊，可以在这方面很精准看的，然后可以测得到你的身体当下，在当下啊，你身体能量有没有超标，你的压力有没有超标啊，你的身体左右平衡怎么样，然后还可以测到人体有12条经络啊，有12条经络，可以准确的看得到你哪条经络通，哪条经络不通啊，都非常清楚。然后还可以清楚的告诉你每个器官你的能量有没有超标啊，能量有没有合格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仪器来准确的测量了我们的身体之后，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就是说你坐在这里，我对你身体检查，检查完了之后你什么都不做，只是喝水啊，只是喝水，喝15分钟，然后我再对你身体做一个检查，这两次检查的结果我们来做一个对比，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是喝水前的数据，这是喝水后的数据。所以我们看到喝水前这位仁兄他的压力指数4.49，4.49是一个超标了，我们讲4以下是安全的，4以上就是需要做调理的，那4.49他就静静的喝水喝15分钟之后就变成3.34，看到这个结果吗？他的能量喝水之前41，喝水之后变成52，增加了25%，他的身体的平衡就是你的身体左边和右边这个平衡度怎么样，喝水前83，喝水之后99%啊，这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非常的令人惊讶的一件数据。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水怎么那么神奇啊，怎么我喝下去好像这里毛病也好了，那里毛病也好了啊，那可能有些人不一定是马上好。我告诉你哈，这个水你们要很小心，这个水是有智慧的，它会唤醒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知道哪些地方有毛病，它就先调理的哪些地方。所以这个治水的智慧里面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学习。这里面我讲的故事就是我的一个伙伴，昨天他来拿了这个仪器拿走了，但是我照顾他照顾了7个礼拜，他每一个礼拜到家里来拿水，1桶5.5个 litre， 他拿4桶，每个礼拜拿了7次。他从拿第一次开始，他的浑身都肿胀，开始头晕，接下来是手肿，接下来是脚肿，脚肿完了呢又来手肿，就是他就在一直不停的肿，一般的人都怕了，马上就停止。但是因为我朋友他是学过医的，他也对这些身体情况很了解，他就每次带着感恩的色彩，就是我这个手一肿我就很感恩，为什么感恩呢？我的毛病本来就在那里，我不喝你这个水我毛病还是在那里，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喝完这个水我看见了我的毛病，放心了吗？他就大胆勇敢的喝，喝了7个礼拜，他实在不过瘾，他觉得说每次到我家里来拿也很不好意思，而且这个水对他那么有信心，他的子女的那个手上的
牛皮癣全部好了，所以他觉得，哎，不好意思，我必须得买了，他七个礼拜，我照顾了他七个礼拜，所以我们讲这个水布施的文化非常非常的管用，你们要有点智慧去慢慢学习，包括你们的自己的调理的过程之中，也会出现这种好转反应，有的时候这种好转反应是很吓人的，啊，你要做几个大胆的决定，第一个就是敢敢的喝这个水。但有的时候需要加热啊，加热喝。第二个是要喝大量的水，敢不敢喝大量的水？然后你与其说你比如说好转反应，你可以在一个礼拜里面完成，你可以在四个礼拜完成，一到两种情况。如果你喝的水不够多，你就会在四个礼拜才完成，你就很痛苦万分。可是你喝的水够多，它就一个礼拜就完成了。所以这个里面都有些智慧，我们真的是我们在这个忙碌之中，我们被这个社会折腾的，有的时候本来很有智慧，但是你却不敢相信自己，啊，很多时候就是会很身心忙乱啊。像刚才我们在测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大姐测的过程之中，这个心轮就跑偏了啊，那个脉轮不直哈，心轮跑偏，这些都是我们现实社会经常会碰到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脉轮啊，这就是脉轮啊，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你们看得见这个人吗？这里坐着一个人看得见吗？啊，这个人哈，这个不太清楚啊，这个、手指啊，这个、身体，啊，这是顶轮，这是眉心轮，这是喉轮、心轮、腹轮、脐轮、海底轮。啊，这个七个轮盘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知识呢在印度的瑜伽的系统里面有经常的讲到这个部分。但是我们看到喝水仅仅是十五分钟就有能力把这个乱的脉轮，这两个乱掉了还是整整齐齐的，不信你们等一下来找我做试验啊，这个是不是我吹的，这个是科学仪器检测啊，真的是很神奇。来，我们看一下身体的能量，身体各个器官都有能量啊。你说冠状这个血管啊，呼吸系统啊，这里每一个器官都有能量，可以看得见。这个黄色的部分是之前的能量，那么蓝色的部分是之后的能量，可以看得到喝水之后整个身体的能量提升，就是说。这个水很神奇，它就能够给我们每个细胞进去之后，相当于给细胞充电，你知道吧？你就马上有能量了。所以有些人刚开始喝的反应不一样，觉得我非常非常有精神啊，每天就觉得精神倍增，这是一种情况。啊，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些人喝了之后成天想睡，为什么想睡呢？就是身体的压力长期累积太多太大了，那么我们这个水唤醒了身体的治愈系统，告诉你说你需要睡觉，需要调理你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有点智慧来了解这个水喝下去之后我们整个人生面对的不同的这个状况啊，这些都是正常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每一个器官都有阴阳平衡，什么叫阴阳？你的能量进来就是阳，出去就是阴啊，简单来说。那么这里每个器官有阴阳可以看得清楚，每个器官的阴阳，那么可以看得到这几个器官都是相差非常大的啊，这里总共有十五个器官阴阳都不平衡，其他没有显示颜色的表示阴阳非常非常平衡啊。啊，这里大家看得清清楚，我们注意到我现在开始变魔术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喝完水之后十五个器官消失了，每一个器官阴阳都平衡，这是什么神奇？你们觉得神奇吗？神奇，神奇，非常神奇。我告诉你，这台仪器是世界上所研发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研发的，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最具科学性的仪器啊，在美国很多很多的大学都有用到这台仪器，非常的棒。好，下面的时间我留给大家来分享见证哈，Akiko 你们有一些见证可以上来分享一下，Roger 有见证的上来分享一下好吗？
地方才是。好，对，好。请问这个。OK，就等这样，我先分享我的见证吧。OK， 大家好，我是 Roger， 那么我是喝了这水喝了半年。刚开始我大概是五月份真正接触这个水的时候，我还没买水仪，我是去我的老师的家去他的餐馆拿水。开始的反应就是我越喝越渴，一直想喝水这样。就是大概耐了一个星期，就是一直喝一直喝，我一向来吃很多水的，可是我喝了这个水，我的水量更多，可是也不会水肿。那么它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一般上我们喝水，我们会觉得有点饱胀的感觉嘛，对不对？然后呢之后，我喝了，好像平时我喝我的这个我家里一个过滤器，一般上我可以喝两杯没问题的，然后三杯可能饱胀的感觉，然后这个呢我可以一口气喝三四杯都没问题，只是开始的时候呢就越喝越渴，然后这是因为我是常常运动比较健康。我的几个用户啦，我介绍给人的时候呢，然后有些他们开始喝的时候呢，就像刚博士所说的，就是有些反应嘛，一个好的反应，一个排出作现象的作用。那么他有一些喝了之后，他的膝盖呢就越喝越痛，然后之后大概是喝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好了。那么有一些呢，就是好像我的这个朋友，刚好他。请了这个水机回家的时候大概是两个星期，然后有一天晚上呢，他给我一个简讯，我也没有跟他要求什么东西，他说Roger，你这个水太神奇了。我说怎么神奇？他说他那天晚上他是有那个尿道发炎，那么之后呢他就说那天晚上其实他喝了大概不到一公升，然后就觉得比较有舒适感。那隔天早上他再把那个其余的喝完，就大概是1.5公升啦。然后过后他的那个尿道发炎就没有，就不再去用看医生。那过去他是需要去看医生的，那么这次就不用。那么我的这个一个巴丹岛的一个用户呢，那么他有一个女子，她就是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她会经痛，而且会发烧。那么我的这个朋友呢就也是好心了嘛，布水布施嘛，那就常常拿水给他。他喝的时候喝了一个月，那么他的那个经期来的时候呢，也不会痛，也没有发烧，这是我的这个巴丹岛朋友的一个见证。那么我还有过一个就是这个婆婆呢，常常给她一个孙子，她的孙子我不晓得真正几岁，可能有大概七八岁吧。她孙子讲话是。小孩子很容易讲话，很会讲话嘛，对不对？我一直讲的时候，他的声量就越来越小，声音就变质了。那么这个是很多年都是这样。那么自从喝了这个水呢，他这个小孩子就一直可以讲话，他的声量啊，那个声带呢，不会说慢慢小声，或者是慢慢的那个声音质不会变。所以这是他的那个一个其中的见证啊。那么这个。美凤有很好的见证。那么我在这个视频上有听到，那么今天我是亲眼要看到，今天听到。那么我们请美，我们掌声鼓励鼓励一下美凤来做她的见证。大家好，这个是我。OK， 我是美凤啊。我在八月开始喝这个太和之水，而且是他在10天里面他就把我的鼻子敏感，那个我会敏感一直流鼻水的，然后我发现到他在10天里面把我的那个鼻水已经停止了，我一直喷一直大量的喝，然后呢在3个星期里面我就发现到是我的那个甲状腺有一粒肿瘤，而且是非常大的，只是现在已经好像看不是很明显了。这个还是很小的这个在2018年的时候还是很小的，过后呢医生告诉我说它会越来越大的，然后他建议我动手术，可是我一直跟他说我要再等等看，然后我还看了2间医院丹东县和 SGH， 所以我要明确的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变小，
两间医院都告诉我说是不可能变小，他建议我要拿掉，不然他会影响到我的那个声带还是什么。那这个是很小，过后它又慢慢变成 4.5cm， 越来越大力了，整个肿起来了。然后来呢，他一直赶快叫我动手术哦。唉，后来我就是喝了这个胎儿之水，我发现到他在三个星期里面哦，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就马上打电话去预约。后来哦，就 scan 了过后哦，发现他真的变小了，变成2cm， 现在。后来呢，医生告诉我说，你是唯一的一个很奇迹的。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我就告诉他说，医生，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说我只是喝了这个胎儿之水。他就马上告诉我说，把那个资料给我，我要介绍给我的病人喝了。这个是 SGH 的医生告诉我的。他说我真的很替你高兴，他说你继续的喝，等到过后2022年两年过后你才能见我，现在又不然的话我每次差不多半年还是一年就要去check了。这个是我的很严重的那个睡眠呼吸停止症，这个呢是我一个小时里面哦会有33次是会停止呼吸的，医生告诉我，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不戴这个面具的话，晚上每天都要戴着它。如果我不戴的话，他告诉我说我会有中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通通都会来找你的。所以哦，我每天晚上都要戴着它，很辛苦，很不习惯。后来我现在已经喝了这个胎儿之水哈。现在我晚上好睡觉，非常的好睡，然后我的指数已经在下降了，一直的下降。后来呢，有时候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我会有带，有时候我没有带，可是它的指数还是保持在那边。所以我到时候我会再去 check up 的时候呢，我会明确的说，我的医生告诉我说不需要再带。那我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心急，就是哈、哦，我会有呼吸困难的，我还有心跳很快的，这个些毛病，就是说哈、哦，我不可以去人很多的地方，就是我不可以进 MRT， 那种人太多哦，很拥挤的，像沙丁鱼这样哦，我要是一进去里面哦，我的呼吸就会很困难的，我就要马上冲出去的，所以啊，现在我喝了这个胎儿之水过后呢，已经。没有再发生这种事情了。那我还有什么？哎呦，我的毛病多到我自己都忘了。还有呢，就是哦，我的那个胃哦，哇，搞到我很辛苦，那个胃啊，整天胀哦，我一碗饭哦，我要分3次才可以吃完嘞，不然我吃不下，因为它一直胀到我这边来哦，我一直打嗝。然后过后我喝了，我有记录，喝了1个月，它就已经。再也不会胃胀气了，现在我一整盘都可以吃完了，太好了。当然，其实我最严重的哈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喉咙痛，我可以痛一年哦，我可以痛到进紧急医院哦，相信吗？我连喝水都会痛的。我是从去年的2019年的10月7号开始喉咙痛，一直痛。吃中药西药都没有办法医治我，他把我去切那个白药放进去里面了，还有照胃镜也好，还有照 MRI 也好，还有照我的什么鬼都照了，全部都切不出来哦。医生一直说不知道为什么会喉咙痛，然后呢一直说我是胃酸倒流，然后一直把我当白老鼠，一直这样子吃那个药，吃那个药就对了。西医、中医全部看到我吃药，吃到我要吐，没有办法。后来呢，就是喝了这个胎儿之水，其实才2个月而已。好的喽。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哦，高到多少呢？240。
我坐在那边看电视机哦，一下子哦，过后呢那个手就这边哦开始麻痹了，然后再慢慢不久呢，我的头这边呢就开始麻痹了，马上进去紧急部门，然后呢，医生以为我吃了那个高血压过后呢会下降，其实呢一点都没有下降嘛，完全没有下，他就很好奇为什么呢？后来我就住院了，然后就慢慢的又把我当白老鼠这样 check 咯，切，我一直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哦，还是不会下，一直保持180多，170多。后来呢，过后没办法就出院喽，也是找不到，心肌你看 ，MRI 这些 check 不到原因，然后现在呢？我也是后来那个看了积水之后呢，我觉得现在的血压已经120多了。我已经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了。还有什么 ？OK， 飞蚊症。我有飞蚊症。我那个飞蚊症，看到那个黑黑点的、哦、那个蚊子哦，那飞蚊子这样一直飞来飞去的那一种啊，我也就很轻哦，一直去碰我的那个眼睛哦。然后碰了之后呢，现在我的飞蚊症好像不见了，没有了。还有啊，手上的那个斑点，也是现在它已经变萌了，不然的话它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那么，其实我最开心的就是这全部我的病症哦，全部在才几月而已，8月1号开始喝的，现在才几月？所以说3个月而已嘞，他把我的病症全部弄好了，然后你看这些已经这么多年了哦，把我折磨到哦，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痛苦，你知道我那时候痛苦到哦，进医院哦，一直求那个医生了，我哭着求他，我跟他说你要把我治好，跟他说，因为我真的是太痛苦了，我一直进出医院哦，好像我的家这样。还有什么吗？我有没有遗漏什么啊？还有膝盖痛了，啊，膝盖也是痛，一直碰的了，也是好很多了。啊，还有一个忘记了，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的手会僵硬的，它会这样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对啊，本来只是手掌而已，然后慢慢就变成这边硬掉哦。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每次要这样甩啊甩啊，它才会好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了，好了，不需要了，应该是没有了。哦，没有了，还有那个耳鸣了，对，啊，嗯，现在没有了，谢谢。太棒了，给他一个爱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啊，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好了，健康是真的是无价的，是不是？啊，如果像美凤这样多身体上的问题的时候呢，啊，进一次医院的话要好几百块、几千块哦，是不是啊？是。你说是不是啊？而且他只花了多久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对不对？啊，我现在有两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你们要听哪个消息一点？好。好，听坏消息好不好？坏消息就是说，这个水本身呢，不是一种医病的，不是医病的，它不是药。OK， 可是呢，好消息呢，就是水本来就是药嘛，对不对？我们华人说什么，水是百药之王，对不对？所以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接触到好水，我们细胞喝到好水，那么呢，身体就有治愈的能力啊，这个是很棒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发生在美凤的身上，还要听见证啊。还有没有？我们还对啊，还有吗？还有 ，OK， 我们就请 Mary， 我们请 Mary，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准备超好。好。我是 Mary D， 我是在主要感谢 IJ 新青春科技公司推出这么棒的汤池水健康水泥，它能够真的帮助到自己。还有你的身边的人，你的家人，还有你的这些亲朋戚友所需要的人，
我要感谢我的先生，他每天跟我送水来到公司，然后分给我的同事，还有就是感恩这个安琪现在不在了，就是他风雨不改的到现在，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公司，还是一样风雨不改来到骑脚踏车送水给我们的同事喝，真的要感谢他。就是因为他的介绍，这个姻缘，我才认识到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太和池水，接触他认识他，还有他的这个功能与功效，然后就这个水很奇妙，你只要用心慢慢的去体会，去感受它，与它沟通，然后它能把这股正能量散发给这个你的朋友，去帮助你身体所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有几个案例啦，所以我讲我自己的案例，我是4月28号买这台水泥，然后之前是安琪他每天都会送1.2公升的水给我喝，之前我是不相信哪有这样好的水，因为本身是比较喜欢烹饪，煮那些天然的食物喜欢运动啊，好像去瑜伽跑步啊，还有就是轻步的快走，所以来保健。所以当他介绍我这个太和池水的时候，就是不大相信了，不过我也欣然的接受他每天送的这个水。喝了一个月之后，就发现我的这个头发的脱落就减少了，然后我的膝盖的这个脚足疼痛跟膝盖了，痛了大概有半年，因为本身做的工作性质需要时常走路，所以蛮消耗体力的，所以喝了这个之后，一个月就是感觉有一次奇怪，这个疼痛不见掉了，我觉得很开心真的太神奇了。所以过后我4月28号就买了这台水泥，然后就也买了一个过滤器，帮我的妈妈装上，因为她老人家81岁，所以我每个星期就2次去她家供整水，然后就因为她本身有高血压，有那个胆固醇，还有一些皮肤敏感、干燥、眼膜的问题，还有就是他还有就是在这段疫情之间医生是要跟他动手术他的眼膜，然后来又挪后了，然后我就每次回去的时候都跟他喷然后鼓励他喝，虽然不跟他一起住了，不过我有发现到他的皮肤的背的那个敏感有改善然后这个眼膜他会一直流眼泪那些东西，我说你看得到吗？看得清楚吗？他会还可以，就是说有帮到他嘞。还有就是他的肾不是很好的，进厕所的那个尿的次数不是很多，但喝了之后有回馈我说，怎么喝了这个水一直要跑厕所的？说好啊，这个是好的现象，回转反应，所以我就一直鼓励他。然后过后虽然到现在就是他的回转反应就是皮肤跟他的眼睛的好转的这些见证你看一个自己的见证，还有接下来就是如果我自己本身有一次在工作的时候，我的脚趾我要去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撞到那个厕所的那个门脚趾就肿起来，然后我就当天去做工的时候因为走路很痛当天早上就一直喝这个太和池水，一过后还要进口到身体里面到了下午发现这个肿因为疫情开始消了，然后它的肿就消，它的疫情就淡化了，就不会痛了哇，神奇嘞！因为自己做实验真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历，可以与大家分享，这是我的分享。还有多一个案例就是我的小姑她也是在她本身也是患有非常严重的全身皮肤敏感的问题他每次看医生要花150块，总共5年花了大概4500块，哇，那花很多钱在看医生过后他就通过我介绍这个水泥他开始是来我家拿，过后自己买了，就是我的先生就帮他装这个福德了，就是在那个
新加坡的投票的那一天帮他装上啊。然后当天的晚上啊，他喝了之后，隔天他就回馈了，哇，特别的好睡哦。因为他这种皮肤敏感的问题哦，他的睡眠素质很差的，不会睡不好的。还有就是手的疼痛也不痛了的。过后一个月哈、因为我之前有拍照了，之前跟之后了，所以他的照片为证。哎呦，真的嘞，他的背哦，的背还有手、大腿跟脚的那些敏感哦，他的颜色真的是淡化掉嘞。哇，真的是很神奇耶！哇，太棒了，感恩他。然后大概一个月后哈、他还有就是最近回馈的哦，大概是有喝了三个月，好像有三个月，他的体重是78公斤，蛮胖的，高大的，肥胖的。哇，他跟我讲说他瘦了5公斤哎，就是目前有73公斤。哇，就是说这个糖的止水还可以帮助你减肥哎。他太高兴了，所以真的是太神奇，感恩这个太阳之水。所以就是在此哈，我由衷的感恩贵公司，还有安琪的团队、莉莉亚的团队哈，还有新加坡与全世界伙伴的公司伙伴们的同心分享与合作，把这么棒的太阳之水健康水的功能与好处介绍给亲朋戚友，还有我们的同事们、邻居们。爱任每个人，福泽千万家。然后在此呼吁各位团队继续努力，继续送水、送爱心、送健康、送财富，行善积德。谢谢各位。谢谢 Mary 的这个真实诚信的分享，还要听见证吗？还要不要听？好，做一个好不好？好，我们请高博士来分享一个见证，那个是比较特殊情况。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案例哈，请大家不要模仿，这个是相当的专业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医生自己不小心得了乳腺癌，而且是第4期，基本上各种的症状，腿肿脚肿，然后身体各个器官也是在衰竭，很快的，几乎是一种无望的。然后中国能够医疗这个癌症的，北京、上海哪里他都去了，各种各样的好药都去了，但是没有改善。所以别人就把这个太和之水，不小心他的很好很好的朋友介绍给他，他说我给你喝一款水，他说什么水？我家里有水，不需要你有水。然后喝什么水？他说太和之水，太和之水，那你给我喝了没办法，他说这是你。另外一个朋友跟他很严重的说，这可能是你唯一的希望。然后他就喝一个礼拜，他也没觉得什么，我就是喝水嘛，我又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哎，别人观察到他，他自己还没发现，别人观察到他腿上肿消了，还有然后他的气色什么都好转了。哎，他就觉得很神奇，这么喝这个水这么厉害哈，他就开始喝。这个医生很大胆，他真正的相信了这个水，大概是一个月以后，他完全的相信这个水了，他把所有的药全部停掉，所有的药全部停掉，保持3个月。他就说这3个月拿来我做试验，在我身上，我不吃药，看我能不能活下来。3个月的时间没有吃任何药，但是他喝水喝得很厉害，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他的水平，每天喝5到10公升的水。你知道他喝水的当下，他真正的选择喝那个水的当下，你知道吗？他是什么情形？他是坐在马桶上喝水的。为什么要坐在马桶上喝水？一喝他就马上就马上就流出来了，身体没有办法保持住，明白吗？多么辛苦，蹲在马桶上喝这个太和之水，然后他喝到2-3个月之后，基本上喝下这个水，他还是保持5到10个公升呢。喝这个水他可以做到喝完2个小时以后再上厕所。啊，这就是身体机能提升了，看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基本上身体所有的器官都废掉了，你必须坐在马桶上喝水，
如果你们哪天有这样的经历告诉我，难以相信，这个案例很特殊很特殊。但是现在这个人在中国做得非常好，他的市场也做得非常大，他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领袖人物。那这个是他的生命的一个蜕变。但是他的这个举动我给大家分享，不是让你们每个人去复制他，这个是有难度的，因为他是医生，他懂。就很简单一个理念，你们在不懂，你以后在你自本人或者你的同伴在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就想一个道理，这不就是水吗？水我喝下去能怎么样，就是水，水本身是安全的，不会对我身体怎么样。如果我的身体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好转反应，阿弥陀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自己最基本的信念，不要以为说我在吃什么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没有经过验证的。就是不管你怎么样出现什么状况，你就一个很简单的假设，这个医生他为什么他敢喝5到10公升，10斤到20斤呢？身体受得了啊？你们想想受得了啊？但是他喝这个水下去的，他做化疗的那一切的那种副作用，身体的无数的毒素就被非常有效的清理了。他这样保持了3个月，他的身体等于全面的全部换新了。所以对大家在此我非常的感动，我看到那个影片非常感动。我感动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医生太有智慧了，太有智慧了。书上从来没有人，我们太和制的教科书、太和制的说明书，从来没有人跟你说你要喝10斤水、喝20斤水，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对不对？从来没有人教导他，他竟然自己凭着自己的悟性，可以这样独立去发现一个疗愈之路，好不好？给他一个热烈掌声，好吗？非常的棒。好，讲到这里呢，我想见证分享的部分也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水布施哈，就是说我再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了，我就是那个卖了7个礼拜，终于来买我这个水机的，你知道吗？我在过去的3个礼拜，我都不得安宁，为什么呢？我的太太抱怨，我的妈妈抱怨，哎，我们也不是很富的人，她说每周来了5.5个L的水要拿4桶，她说我们家里的水费最近开支很厉害，不行啊，哎，她到底要拿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她到底要买还是不买？就是拼命的让我跟她追问这个我的朋友，你到底买还是不买？我说不要。我们是大爱水布施，我是一分钱没收。我知道我们这里的很多伙伴是这样的，如果1.5个L的话，如果是摆在超市或者你在别的地方有一些自己的零售店的话，一般是2块钱卖给对方啊，至少收回成本嘛哈。那么我是完全的送给他，所以我的妈妈非常担心，你这样再持续喝下去，不是把我们家喝穷了？但是我非常有信心，为什么呢？我跟我的朋友一直交流，他的身上一直出现各种各样的好转反应，这些很多好转反应是难以想象的。他说我真的很痛，痛不欲生，但是他说我不能停止喝这个水。大家想一想，这就是智慧，这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智慧，但是敢不敢去这样做？所以到今天，他把这个水请回去，他身体的疗愈也差不多了。他说：“我不能在我疗愈还没好的时候，我去给别人讲这个水多么神奇。至少我要等到我身体的所有的病症都好了，我可以大胆的跟人家讲。所以我估计他现在也病症都带好了。所以这个朋友过2天也会过来，他是马来朋友，啊。”就是很大的帮助。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想，这个送水不水不湿，这毕竟就是无形之中，无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所以大家要想哈，有的时候你没有拼命的去追求财富的时候，这个财富来追着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民币啊，我们的这个金币啊是4个角，
我们人只有两个脚啊，追不上了。那四个脚对两个脚，我们前来对人是对得上的。好，所以请接下来我们时间，我们来请我们的威廉老师来讲解我们的市场营销计划，好吧？谢谢，欢迎他。